开背红魔虾。今天终于轮到我了。哇，那李欣姐知道了，不会让她知道的。真香了，第一次吃红魔虾。别等了，快吃吧。别等，别等。里面没有肉，就吸一下脑就行。留点后面，不能浪费食光。一拉就出来了。嘿，下口不用那么多，直接后面一拽下尾就出来了。好。太香了，不行，再淡，快点，好，有没有点？甜的，好咸。我的妈，真磨叽！